Hello， 大家好。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就在前些日子就打电话订了位置，然后他们都能讲英语，然后当然也是日语啦，所以国外的朋友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点了这个 abalone 的 set， the course， first course salad， 对，然后大家在螃蟹肉，还有那鱼蛋菜这样子。很软，味道也不能讲。好吃吗？嗯，蛮好吃。Can you explain again what is okonomiyaki? No. Ah, pizza, 不是？啊 ？Pizza， 它叫 pancake 啊。Yeah. So Japanese pancake? I don't know. Yeah, pancake， 它叫 pancake。新加坡叫 pizza。新加坡叫菜老贵。所以今天我们的menu是这个 abalone course 5800天，第一个 crab salad， 第二个 sea urchin real sea urchin， 第三个 do they recommend， 第四个 real abalone， 第五个佛果，第六个 wagyu beef sirloin steak， today rice， today the rice 有不同的 rice， today rice 有不同，不懂是什么 rice。最后一个第一个甜品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在吃第三道。鲍鱼壳，鲍鱼肉 ，real abalone， 味道就是很厉害，很厉害。Thank you。嗯，很 chewy， 好吃吗？Oh yeah。谢谢小婷，你还好吗？嗯，还好啊，被那个呛到。呛到什么可以呛到？嗯，太好吃了，然后被呛到。哦，太好了。我吃过很干。第一口，嗯，奥迪哥觉得说可以要再审查多一次 ，to in order to be， in order to be sure。其实我对 YUV 没有什么的了解，嗯，要不然要叫以琳解释一下吧。So wa means 和 ，it means 日本 ，yu means beef means 牛，所以和牛 means 日本的牛，也就是说在日本出产生长的牛就叫 Wagyu。哦，你们俩是啊。还好。
就它的价钱来讲，它的东西全部我觉得是值得，但是要讲是不是很好吃，我本身有吃过很高等级的，那些很高等级的那些牛肉神户牛 A5 grade， 我去神户吃就差不多100新币这样子。那个真的是那个汁会爆了，爆了之后就你都要吞进去啊。这个还是这个汁有爆，但是还是会有点粗粗，一点点啊。どうぞ。はい。魚があれです。虽然店它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那个麻婆。はい。嗯，这样吃很好吃。你要不要开一张汤呢？其实我还好吃，饭吃完了还好吃。好帅！开动了。嗯。Sakura 的 Sakura 的一个盘，加应该是 vanilla 跟 strawberry 吧，好。对。Thank you。Ice cream last， 出一个了。出一个。嗯，对啊。嘿、hey, 大家，我们已经吃完那个食物了。60块的一餐，我有10道菜，大概有10道菜，8到10道菜。大概可以有甜品，有前菜，有肉，有西服，有鹅筋，有佛有佛花，有很多东西啊，是很好。对啊，不用拿西服了，西服。那当然也少不了那个 beef。啊 ，beef 就是这样了，就是 beef。嗯，我不知道就好啊。嗯，over five。5 star 啊，我本身嘛，我会给 4 star， 然后我就会给，嗯，对啦，还是可以给 4 star 啦。 Given that first thing， 我们来的时候是6点，不多人，所以我们几乎是就因为里面只能可以容纳12个人到20个人最多，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我们6个加可能都2个一个。couple， 不然 actually ambience wise OK， 6点的时候吃到来7点的时候，人来了，人气来了，很多日本人进来了，所以其实 OK， 我觉得还是 4 out of 5 is OK， 连这边不多人也是比较安静。然后他的 style 是，其实他的那些 course 来的时候就感觉很 fine dining 的，因为他一盘一盘一道一道这样子上来，但是所以像 for 那些想给父母想给家人试试看 fine dining 的感觉，也不要给他们太多压力，因为有些 fine dining 的 restaurant 你要穿得很得体很得体，那可能刀啊叉这些都很讲究。如果你们要一个很 casual 的 setting 去吃一个 fine dining worth of course of meal， I think 这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哦，但 the only con is 这边很远，这边有一点的乌路啦，就是。Other than that, I think it's okay. 我会给他 4 out of 5。So yeah, so。那总共我们有8个星。好，then。OK 啦，see you next time. Bye.